各位朋友、各位菩萨、各位大德，琴日咧我就碰上呢个视频，呢个先生李先生拍得相当好，我睇咗之后就佢啱啱琴日放上网嘅，我睇咗之后咧就第一时间俾 like，亦都第一个时间留言，多谢佢吓，咁样佢呢个咧就系讲嗰只牛，擔心被宰殺係流眼淚啊！大家可以欣賞。咁樣咧，就呢個係李先生嘅傑作功勞，所以我唔敢奪人嘅嗰個功勞，所以咧我就係播咁多俾大家睇啊。咁樣大家嗰個要睇嗰個全套咧，你可以睇佢嗰個原裝個視頻喺呢度，我而家就轉嗰個網嗰條 link 俾大家欣賞。嗱，呢条咧就系嗰个 link 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嗰个故事欲知后事如何咧，就请大家上呢个 link 睇下啦。咁啊，多谢一次李先生拍呢个呢一段咁嘅视频，俾我哋欣赏，多谢。